行业罕见小屏旗舰。疑似小米12青春版曝光，尺寸类似 iPhone 13。近几年，手机市场上一直有一群用户高喊小屏手机的口号，希望厂商能推出一款可以单手握持完美操作的小尺寸机型。虽然 iPhone 已经连续推出了两代 mini 机型，但是由于续航太拉垮，以及高刷、双卡等方面的缺陷实在硬伤，自发布以来表现都很差。此前，小米官方也曾多次透露过小屏旗舰的消息，但迟迟不见真正的动作，令人心焦。不过，根据最新爆料，小米旗下的小屏旗舰手机明年真的要登场了。知名爆料博主爱数码闲聊站发文称 ，L3目测 6.3 加减的小屏旗舰安排上了。据推测，这款代号为 L3 的机型应该会隶属于小米12系列，极有可能会是小米12青春版机型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款疑似小米12青春版的机型并不会像往常那样搭载终端芯片，而是会搭载骁龙8系旗舰处理器，预计至少会是骁龙870级别，能带来非常不错的性能表现。同时，骁龙870芯片的低功耗和低发热也会在小尺寸机型上带来巨大的优势，再加上高刷、双卡以及更高的屏占比等加持，应该会比 iPhone mini 系列更为吃香，值得期待。